习气啊，就是我的习气。我因为在佛学院上课上惯了，到上头就讲课，拿着课本，没有这个做意识的习惯呢。在众生大作前头要做这个意识，我这些年来大概将近十来多年了吧，都在佛学院上课，拿着到课堂就上课，没有还做一个佛事啊，我没有这个时间。对，这是惯例说事啊，习惯思虑。所以我们现在学占察轮啊，就是要改变我们习惯势力。对，我们是习惯势力是生死的，不是了生死的。那么把生死的习惯改成不生死，说轮相所现的数字就是我们心里所要求的，你想知道什么。对，你想请一个人，请到请不到，对，说你请的人，或者你召唤一个人，人家不来，但是你希望人家来，你等得很着急，那你到佛堂啊，请请地藏菩萨问一下子，说我请这个人能来不能来。这里头有几个卦象，例如说从73开始吧，你想请这个人他不得来，或者是你想请这个人他能来，能来现在不得来，75说你请这个人可以在你这儿住，答应你可以在那儿，你请的人人家不能够住在你这个地方，在别处住了。因为这个卦象就是说我们要请这个人呢，对我们关系很大，能解决问题，所以你很着急，那你就问问地藏菩萨嘛，请地藏菩萨帮你个忙。对，你一定想请他，人家不来，那你就拜忏呢，拜忏，拜忏，希望菩萨加持，他那人心就动了，就能来了。说你的亲人现在有点有问题，就不得难及，你要打个卦问问，告诉你了，你所关人得难及，不要担心。或者告诉你，你所关那个人呢不难解，不好。对，78，所关人已无身呐、说你所关的这个人呢，身体没有了，就简单说死了。那还有一种，你所关人他已经成道了。成道了也无神，断了烦恼了，证得空体了，没有了，有神就像无神一样的。对，因为例如我们在这个五台山在五台山的时候，那小鬼又来抓一个和尚，那小鬼到这个山上找这个和尚，没有看见，找不到，就问淡方土地，说这位师父在这儿啊，怎么会不在了呢？他说他现在入定了。就告诉我们，在你修道时候入定的时候，鬼神见不到，见着是空的。说人呢，如果证得空定了，
肉体虽然有，鬼神都看不见，等于没有。所以你关的人呢，没有身体了，那种死亡，死亡火化了，身体也没有了。十九，所希望见到的人能够得见。说你所求你的人能得到，看得到。那么你所求的人呢，不得见，看不到了。八十一，所听到的话是吉利话，说对你有好处的。说你所听到的话对你没好处。对，因为我们在说，就是你现在来听经，听经，咱们认为很有利益。那你问问地藏菩萨吧，地藏说说你听完了没往心里去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那你所闻的经有好处，这是举例说了，就是你一般所听的话对你有帮助没帮助。因为你有怀疑才要问呢，因为你要用占察轮的时候，想体证不告诉你，就是你因为有怀疑，你想解救个人对你有利啊有害啊，或者你想求人家办一件事儿，人家肯帮助你不帮助你啊，你都打打卦，你就可知道了。就是假使对人家怀疑不是真实的，你不要怀疑。要八十四，所观疑为不实，你怀疑的所观这个现象不是真实的，那你就不要怀疑了。就是这样。那么这占察轮的所告诉你，就是你因为下不了决定，所以你用用占察轮吧，告诉你，就可以了。把所观人不和和，你跟他呀和和不了的了。对。说第八十六，说我们做这个一堂佛事，做佛事都想求成就啊，乃至于得到法医嘛。那你没做之前你打卦问一下，地藏菩萨告诉你，求佛事当得怀，或者你拜忏呐、礼佛呀、念经啊，意思告诉你说你做呀能做到，能顺利。还有想求一种供具，八十七，所求供具能得到。那第八十八，那你所求的至圣众聚的时候，告诉你得不到。至圣众聚或者我们要填补一个生活上的或者供佛的供具，说你得不到。第八十九年虽然得到是很少一点点，满不着你的愿。第九十，所求皆当得，说你所求的想得到的东西你都能得到。第九十二，所求的少得坏。第九十三，所求的得如意，如意就很好了。九十四，所求的数当得，说你求求的了，很快就能得得到。这个包括很多问题了，说你念佛求见相好，或者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或者你念经，能得到或者我想得到一部经，对。能得到不得到，现在我们在这个台湾没问题，你想求什么经都得到。对，
我在大陆想得一遍一部普贤横愿品，我在监狱出来，我想得一部普贤横愿品，很简单吧？我找了两三年，没有，得不到了。大陆经书没有了吗？没有，多得很，封到庙里的藏经楼，不许人动，谁动就犯法，谁敢开啊，都封上了。就想求一部普贤横愿品，很简单。那时候大陆上求不到，一到79年、78年、77年前头，80年开放之后了才能得到。咱不要认为很简单呐、啊，有时候很多事情啊，不是人的意料所能得得到的。所以这些个卦呀，就告诉你，你想那时候得不一部占叉经，我再想学学占叉轮，一部得不到，有没有呢？有啊。所有这些个都封闭在那个福建泉州开元寺。以前我们那所有佛具的，这个是弘一法师原就在开元寺，所以弘法师一些东西全部冻结，一样的动到就犯法。那到80年开放呢，就有了。说一切事物咱们看得很简单，到时候变成很困难。对。所以到那时候你打卦，连这个打卦的本子也没有。就连这个占叉扇的也不轮啊。我知道弘一法师做的很多啊，但是都得开始封死了，想拿一个都得不到。后来我在美国，我请圆桌法师想方设法在开元寺偷盗出了一副，给我寄到美国来了，说看着很容易的事儿，到那个时候你没也远远得到了。所以我们看着法很多很多，印也可以印，到那个法灭的时候啊，你想得一部经啊，没有了，这叫自然的。所以咱们当你没到那个时候，你不相信。现在我拿着经啊，你想买一部、100部、10000部都买得到的，你能够找得到。但是有的时候你会一部也找不到。因此啊，所以这个地藏菩萨说给我们是个卦象啊，说是的卦象。大家不因为这很容易吗？怎么会没有？不然，有时候那时候你就知道了啊。所以说你要求的能得到，你要求的经过很长时间才得到啊，你所求的不但得不到还有损失，你所求的吉祥啊，你所求的你所受的是苦，你不要求了，求要受苦，就这个意思。说你要想求个东西，问问地藏菩萨，我求得到得不到，地藏告诉你了，你所求的不但得不到还要受苦。那么丢个东西想找那么呢99卦了，你观你所得的能求得到还找得到。100，观所事求不得，或者有物件也好，或者你修行时候，在这个修行时候，你不但没得到，反倒死掉了。对，这求所事求不得。101，观所事
自欢得自然的出现。102求离乐得脱离，想求罗离裸难或者病苦啊，或者受什么灾难呢、啊、或者什么冤害呀、啊？你问地藏菩萨打一卦呀、啊，告你快脱离了，能得脱离。103求离病，长期的病缠绵着，问问地藏菩萨吧。地藏菩萨告诉你了，能好。104观所去无障难，105观所去有障难，说你想到一个地方去，对，那事先没去之前打个卦，去得去不得，告诉你了，去做不到，有障难，对，那你怎么样冲破障难？观所去没有障难。这个效果呀，看着是绝对做不到的事儿，但是卦上告诉你做得到，那你心里就清清静静去吧。对，这些好多的事情啊，不是我们人的意念所能想得到的，这里头包括什么呢？你在这个庙里住着，心里不淡然。不得难，想到另一个庙中去，或者到地方朝朝山呐、啊，拜拜佛呀。在卦上告诉你，在这好好住着吧，千万不要走。你要出去了，到处都是灾难，你不会得到难定的，那你就不要走了。听地藏菩萨的话，如果你在这住着，心里不难。赶紧问问地藏菩萨，想离开这儿，另找个好的地方。那你告诉你不要离开，你就不要离开了。完了，你想去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卦象现在108卦，告诉你所向处很好，去吧，得难快。109所向处有危难，不但不好，你去就倒霉，就受苦受难。说想去所向处为魔王，不要因为是圣境。111向处难开化，说你想说到那儿利益别人去，帮助别人去，不可能，是难开化的地点，那就不要去了。112所向处可开化，说那地方很好，对你去了比较吉祥，就这样子。113所向处之怀力，114所游路无恼害，117君民乐多吉义，就是你要到那个地方去啊，那个地方从国家的负灾人到那个地区一冲都是灾难，你不要去，去了要倒霉的，那你可以不去了。这是你用占察轮的话，你不用根本就不管它了。115所游路有恼害，116君民乐积金奇，那个地方人不好，心术不好，所以有灾难要发生。灾难起啊，积金呐、瘟疫呀、这都是灾难。117君民乐多吉义，那个国家人呐、心术不好，疾病很多。118君民好，国家的兴盛丰盛。119君无道国灾乱，负灾人没有道德，那国家会发生变乱的。120
君修德灾难灭，就是你经常的做善事，这个国家经常的有善业发生，所以灾难性啊就渐渐就免了。121，君行乐，国将破。这个国家不得难定，叫亡国之患。122，君修善，国患利。这是问的国家，你要去问，打卦象，去得去不得的意思啊。因为我们要旅游啊，旅游游行啊，啊，你先问一问。123，官所必得。得度难，你要想避难到那个地方去，他告诉你了可以去，能够躲避灾难。124，所避不脱难，你想脱灾难到那儿去了脱不了，这个灾难包很多，你在这个地方赶脚住着不愉快了，修道也不得成，这有天灾了，还有人祸了，那你赶紧心里不拿你打卦问一下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你要修道啊，得找一个处所能够善良的，像我以前住山呐、住洞啊，一个人住到这方山都没有人，你在洞里住着难宁不难宁啊？你打卦问一问吧，告诉你很好，那你就可以在那儿修道了，125，所住处纵难稳，谁在那儿住都很难稳的，没事情。126，所住处有障难。127，所依聚众不难，大家都不能难心。128，闲静处无助难，虽然很清静，没有什么人，没有什么干扰，什么难缘都没有。129，观怪异无损害，有时候虽然感觉很奇怪很怪异，这个地方住着对你没什么伤害，这个有这些事情可能一般的呀，大家或者你想买个新房子啊，或者在这住着，经常心里不难呐、或者左右邻舍的干扰啊，或者你自己呀、家庭不难呐、你问问地藏菩萨就可以了。说又搬又搬不了，过轮相又不好，怎么办呢？那你拜拜占察忏吧，拜拜他转变了，也可以不搬。那是求护法神加持，地藏菩萨加持的意思啊。这个就是什么事情有怀疑才问呢，就是地藏占察善导轮就帮着我们怀疑，对。但是这个占察呢，主要对你修道得定得慧，怎么样才能得到，是对这个帮助的。那福带着对世间上一般的善呐、与恶呀、好啊与坏呀，这是普利的意思的，这是兼带的，不是主要的。占察善恶业报经的占察的目的，主要是你求定或者求慧，怎么样能进入？说你修道得有个处所呀，不管大众也好，你自己单住也好。那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占察呢，就告你，你修道能够成就。如果你在这个不能成就地方去做，不但不能成就，很容易使你这个信心呢退。还有你在这住地方，经常有怪异现象，这个大家可能没有经过，因为在山里头住啊，这种现象经常有。131，有那个精灵的骚扰啊，一般的山里的精灵很多。说你住静的时候，你想修行时候，他们来招摇你，招摇你是你不难啊。例如我以前在上峰山住，
住那龙虎峪，那是小地名嘛。他那本来有个藏经楼，有一部大藏经可以阅藏的。那大概是住的那个地方都是一个人，没有两个人的。对，但你住着夜间时候，好到十二点，那所有的藏经那个柜子里叮叮哐哐响啊。他后来我们那老和尚，我那庙老和尚跟我讲，他说有些鬼神来阅藏的，你跟他说一声就好了。我就那他嘱咐说，我说你们不要干扰我，你们干扰我呀，我就签你们单，不许你们来看。那他以后就没有了。其实在那我也没驻场，我也离开了。这类事情经常有。对，卦象是告诉凡是你住地方，这个都是帮助修道的人，你感觉到心里不难了，你问问地藏菩萨吧，这叫治内障，自己的心里头啊烦恼啊，你修道起了行障缘。还有外来的障缘，这都是为修行人准，地藏菩萨告诉都为修行人的。那么在家道友也可以用，那是给人家也可以用，这普利嘛，普利嘛。132，观所梦无损害。我们经常大家都做梦啊，梦见有好梦也有坏梦，做完梦呢打卦，打卦说梦见所梦中所见的现象，说对你没什么伤害，没什么关系。132，观所梦有损害，这个梦预先告诉你，你灾难要来了。假使说你达到轮相，告诉你所梦有损害，很简单，你就拜拜地藏菩萨就消了。这种的灾难很容易消的。这个是完全讲梦的，多设几句。有些我们每个人都要做梦，梦有几种，一种事先，这个还没来呢，事先告诉你又有什么境界快来了。还有一种已经过去了，这个梦啊，梦你过去的事儿，你梦的时候啊，就感觉我那个事儿做错了，不该那么做啊，这个经常有的。那你到了这个轮的时候，那就求地藏菩萨给你转化一下子啊。还有在我们修行时候啊，心里的突然间不难，发烦起烦恼，有问题，有这问题，或者是好事儿，好事嘛是快乐的，不会起烦恼，凡是起烦恼的对你都有障碍，障碍。那就赶紧求求地藏菩萨吧，完了拜拜，轮相就告诉你了，你现在所遇的灾难很快就离开了。当我们遇到障碍的时候，灾害要来你感觉到，那你事先忏悔，可以小的灾难能免了，大的灾难或者把它变成小了，变到你能克服。第三是137，观障难见得离，你想在一下子离啊离不开，慢慢的就离开了。138，观障难不得离，这个你就苦恼了，说需要拜忏了，这就需要拜忏了让他离开，让灾难离开。139，观障难一心处，这个让你用修心观吧你这个障难你心可能除得掉的，用你修心呢，修定力来除掉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地藏菩萨告诉我们就让我们
在修道的时候能够安心，如果自己不能安心，这是在拜忏当中啊，就请地藏菩萨加持啊。所以我们要拜忏的呢，我们这凡夫心呐、啊，安静的时候很少，总有些个障碍。嗯、啊，因此你在拜忏的时候就求地藏菩萨加持的，使你这些个灾难呢、啊、顺手离开的时候，嗯、啊。你拜头一天没离开，拜第二天最多七天吧，这些灾难都能离开了、啊、有的呢你今天拜完善知减轻离不开、啊、但是你经过一个期绝对能离开，以七天为限呢、啊、你拜忏的时候啊，当你没拜忏的时候你平平静静的很好，很难讲，但你拜忏就不同了。拜忏有时候过去的业现，有时候现在的现，本来这个业障还得两三个月，还得明年，还得后年才现前呢。因为你拜忏提前了，你要消灭它，它也会提前现。但是你心里有个底，有个反正我拜求地藏菩萨加持了。越这样子你要忏悔的加重拜，嗯，为什么说拜忏的时候痛哭流涕的那样子，你为了一个为了消灾难，一个感谢地藏菩萨，感谢地藏菩萨使你灾难消失，一个你生活很困难的突然间嘛得到意外的财富，意外的收获啊，这是你意想不到的。很多问题在你拜忏的时候不是从你想象来的，那不然人家修道做什么，那为什么要拜忏呢，就求加持嘛，消业障嘛、啊、他会有意外的感受，意外的感受你也不要太生欢喜，太生欢喜了又产生魔障，你欢喜了魔障也来了、啊、欢喜魔来了、啊、对，应当正常处置。嗯，145观所患大不调，所患者就是指着身心不安的时候，或者患病，或者没有病，对，无病生烦恼，这咱每个道友都有的了，你看，嗯，说你这个样子容易感觉到大不调，就是四大啊，我们这个身体组合的是地水火风叫四大，再加个空根石发展叫七大，说地水火风空根石七大不调，嗯，那你加紧拜，你再沾杂沙轮，你拜明天再沾明天再拜，四大就调和了、啊、突然无关无故的你感觉着不舒适或者不吉祥，不是这儿痛啊就是那儿痛啊，是你拜忏生障碍，有点干扰，咱们说魔干扰啊，是就是你所患的非人干扰，非人不是人道的啊，鬼神之道的来恼害你，嗯，那你家诚心的继续再拜，拜拜这个就消失了，啊，说这个189种啊，都从你六根六识六尘发现的，说为什么要拜忏，就要消灭这些东西，他发现了，你就求地藏菩萨，就很快就转化了。就非人有了148观所患可疗治，所患这是患病说的啊，四大不调啊、嗯、可以治疗呢。119观所患难治疗，有的一治疗可以好，有的治疗啊很困难了，要拖延时间很长的。
那你就加地加加油拜吧，啊，目的我们要知道之后，这个占察论就是要我们知道，知道之后呢，你如何转化，并不是知道而已了，啊，那么害病知道了，知道害病了，怎么样他不病？当然找医生治疗，医生治不好，很多病医那个脱离的时间很长，对，那用占察轮占察之后，求地藏菩萨给你治疗。那地藏经讲，如果这个人命已经到了，寿数到了，地藏菩萨会把你接走了，告诉你说你命已尽了，别在这儿受罪了。我们右眼看他是死了，实际上地藏菩萨把他接走了，这种现象呢也有，这种现象。观所患，自当察，或者治疗，或者你不理他几天，他也好了。观所患，向医看治疗，你得找医生。医生来帮助你治疗，154观所疗是对治，这个是说法说的，像你治占察轮说你贪，你自己不贪呢，对着他吧，你贪到了是苦，说贪吃啊，你少吃点吧，好吃的你也不要他吃的太多了，贪嗔痴的身口意三业，饮食啊，起居啊，占察轮预先告诉我们，给我们示警，警告你，那你就预防，你就治疗，有些地藏菩萨让你求医生，你这病找医生一治就好了，对，医生可能给你治，154。观你所治疗的是对治，对治就靠着你要起烦恼得靠智慧对治，那多念念大乘吧，多念念大乘经典，或者静坐下来修观，这个我们大家都懂的啊，道友们都知道观，155所服药的常得力，说这个药啊，你得吃时间长一点呢，不是短时间一吃就好的。说久服了就得力，或者营养药啊，或者是补药啊，有这类意思。156，观所患得出愈。157，所向医不能治。说你这个病找医生给你治，他们已经治不了了，医生不能治了。158，观所疗非对治。你这所疗对治你这个病啊不相应，特别是烦恼病啊，这个里头夹着很多烦恼病，烦恼病医生是治不了的，得靠你自己。你自己怎么样断烦恼呢？那你要修观呐，修观呐，最上上的观，怎么对治烦恼？对，对，所以你先找烦恼起处，忽然无故的心里发烦，不高兴，看见什么也不顺眼，叫我们一般的说业障发现，或者这里头啊，就是地水火风，空根湿，其大不调。在七大里头有紊乱，他不调了，那你应当对着他，怎么样对着他？这医生没办法给你这个药，你心里调，心里调，吃药不会好的，所以159，所服药不得力。这个药治你这个病治不好，心病欢迎心药医啊，
用你自己的心来变成药来治，那你修观吧，修观吧。嗯，一篇160，观所患命当济，不但治不好，你快死了，你的寿命已经完了，到了。嗯，我如果是什么道友们啊，要知道自己再活一个月就死了，我看这一个月你很精进呐、啊，你就念佛干什么非常得力，什么也不好了，知道自己要死了，但是还想活着，还想活着怎么办、啊？那你就用沾上的拜沾上忏，对。或者拜消灾延寿药师佛，才延年寿命。嗯，但一般的我们四宗弟子说来说话，一般的都对这个世界厌离，说要死了。有的他很高兴，我可离开了。有的不高兴，怕死，那很危险。怕死，又非死不可。那你怎么办？那你就拼命拜忏。有两种，你寿命本来没尽，是外力加入，或者病痒的力量，或者别人迫害，是国法治疗。大家念过药师经吧？九种不该死死了，寿命本没尽，有九种非命，死于非命。那你要转变这个，就你拜忏就能转变，拜忏就能转变。160，观所患命当尽，到死了。所患者就是你所患的病，或者所遇到的灾难。一般说的病啊，就是地水火风四大不调，地大偏多，水大偏多，火大偏多，风大偏多。风大偏多我们大家都明白，看着疯人院那个疯子就是风大偏多。风大偏多他自己他有什么用？大家可能知道麻风病吧，这个麻风病传染非常快，凡是害麻风病的就隔离了，就单住了，或者弄到山上，或者那个事是风大偏多啊，火大偏多，大家都看得到的，发高烧啊，烧的糊里糊涂的，人精神失常啊。